唔系你哋讲到话，我整咗个仿生雷迪战灰之后，好容易打，好容易赢嗰边都。咁我更加唔想攞咯，咁我更加唔想攞。我唔系要易赢啊，我唔系要易赢，我系要睇穿到个 boss， 跟住之后去到赢。我唔系要简单，我唔系要容易。冇咗嗰个意义喺度啊，我觉得会变咗。其实每一只 boss， 我投过，即系如果一开始卡关嘅时候咧，通常投咗两个钟头咧，都系仲系摸索阶段。一摸索到之后咧，就系要等一个，就要等一个实行到嘅一次咁啊得啦，已经。一嚟又波动。哇！打头好痛喎、啊！哇！屌，我同我一齐跳咩？顶！飞落街一笨，向后打一笨，咁追向后跳。咁追向后跳，跳落街一笨。唔好贪刀喺度。OK， OK， 好毒啊！哇！诶，落地之后仲会打多下噶，转斧头，转斧头 ，Oh my god， 避到，再来。避埋，避埋，哇！冧地，扑街啊！转武器啦，佢又。嗯，哎，佢落地之后呢下，
但系搞掂。边个话边个话赢唔到啊？边个话边个话赢唔到嘅？边个话一定要用嗰个咩仿生先赢到嘅？边个话嘅？小怪都唔使照，搞掂。Lose mentality 咧，头先嗰啲留言。